我知不能公开妒忌，学习大方接受，同行时要垫后，谁冷落够朋友？节日让我心委一体的轻松，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重重，言谈若痴意，内在更冰冻。 谁当初无心将冷风撮合，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。凝视你们密友，呆望你们热吻，应该伤感还是快感？能回避吗？我怕了，当那电灯胆，变着你们来来回委曲中受难。一个我被撇低，却又很不惯。 要走定一失又折返，能承认吗？我故意当那电灯胆，他人你们完全像最坏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算我吗？你在哪儿啊？ 林姐，我最近还没回来，我们就走，我们走。问一下这位小朋友，那你说嘛？小朋友，慌张啦。兑换了你身份，可应该满足？情人还是自己都涌入怀抱，同情或眼泪。